要说这个酒鬼啊，我还得笑。就是酒鬼叫话。哎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法国人，三个酒鬼能喝。哎，能喝。嗯，他们在一块喝酒，都说自己的国家呀酒厉害，好。哎，三个人就争执，在争论不下的时候，中国人出了个主意。哎，我说这样啊，咱们仨也别说你们国家好我们国家好啊，咱们这样，咱们做个试验。哎，美国人说怎么试验？中国人说这样，我捉三只耗子，咱们仨每人一只，哎，给他灌上酒，看这个耗子喝完酒他什么反应。就老鼠。哎，老鼠。哎，老鼠。对，美国人说好啊。哎，美国人呢就捉了一只耗子，给他灌上酒，往地上一放，只见那耗子滋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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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了一圈，就倒了。他们说哟，美国人的酒厉害，美国酒好啊，美国酒好。法国人说别介，你看看我的。法国人又捉了一只耗子，给他灌上酒，往地上一放，那耗子滋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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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到半圈，耗子就倒了，又醉了。哎，中国人说看看我的，中国人又捉了一只耗子，给他灌浆酒，往地上一放，那耗子滋溜滋溜滋溜一下就跑了。哟，哎，大家说这中国人的酒啊，我看他是游戏，正说着呢，就看那只耗子蹭的一下从耗子洞窜出来了，手里拎着两把菜刀，大喊一声，他妈的猫在哪儿？猫。